部也正受阻，总共不杀了官。回到回家，王科长来接我。给不给？这件代志绝对不能不扛，因为东西开车还未欠钱。哦，宝贝，这是卖行车记录器，啊，不过那个是假的。李小我买去叫人，把副官监视器的录像画面都处理好。我寝室内面哦，一定不会。这样，我才能当波兵训练空间会有天空。哎呀，我是新人啊，你是叫我来去抢救。小坤帮我留言给你，你跟我听哈、啊。赶快赶快！查一辆天空在哪去啊？我记得叫做王科长。人家叫你奶奶。麦小姐，这什么代志？想问怎样哈？你有想要听我阮妹妹安怎甲讲？你完了，安进去，麻烦你。